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台湾兽容动物关怀协会的志工阿道夫。对，很高兴今天担任就是2012年第一场的这个讲者。那我想要先问一下大家，有谁在来之前，然后有听过我们台湾兽容动物关怀协会的？好，还是有一些人有听过。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？其实是这样，就是大家都还以为全台湾就只有一个动保团体。对，所以呢，就会常常说，哎，你们有在卖，你们协会有在卖佐利，我有买，我有买，然后拿出来不是我们协会的，然后如果说捐钱，他们就会说，哎，我有在雅虎公益上面捐你们钱哦，然后可是我说，可是我们团体没有在雅虎公益上面申请募款这样，所以事实上，台湾大概合法成立的动保团体有72个，对，所以其实是很多，然后每一个人都做不一样的事情。好，那我来说说看，我们协会在做什么事。其实我们啊，这时候我就要打开我们的皮箱了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协会呢，99%的组成分子都是台，就在隔壁前一站那个东湖站，就是在内湖收容所做志工的志工们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平常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照顾这些狗啊，带他们出来玩啊。然后帮他们洗澡啊，吃东西啊，对，因为有可能他们一进去，最后就没有离开那里，对，所以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平常会用到的，为什么要用塑料袋包着呢？因为实在味道太重了，对，那就是我们已经这些狗狗其实出去玩都很开心，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咬得很惨，对，好。OK，然后，但是大家好像说，哎，那你们都是去陪狗狗玩啊，好像过得很快乐啊。其实呢，在这个快乐的背后，我来讲三个比较记忆犹新的故事。第一个故事为什么叫无名？原因就是其实还来不及帮它取名字，对，这只狗狗就离开了。那它就是说，在志工，我们志工会去寻笼嘛，就是看。狗狗的状况怎么样？那我最佩服志工的部分就是说，他们视每一只狗为自己的家人。所以当这个志工在巡笼的时候，他看到大家看到左上角那一张照片，就是那只狗挡在那边不会动，然后全身就是大便啊什么就沾得很脏，然后他就二话不说就把这只狗抱出来，然后开始去帮它洗，然后这个过程中这只狗其实都没有挣扎。那帮他洗得干干净净以后呢，那个志工他就已经结束要回家嘛，那他就有特别交代，他要帮他塞暖暖包，然后特别交代还没走的志工说啊，你要帮我注意一下这只狗的状况。但在他还没来得及回到家的时候，他就收到电话，告诉他说啊，那只狗已经离开了。那其实这个会觉得说啊，那么浪费，我还帮他洗澡吗？其实不会。因为那个志工很高兴，他说啊，起码他不是隔一天早上被大家发现他又脏又臭，然后倒在那边，他是起码他是干干净净的离开这个世间这样子。然后第二个故事是老黑，你的主人不会回来了。这故事就是说，我们在你看这个其实窗边的太阳非常大，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一个夫妻他就抱着这只狗进来，为什么抱着呢？因为这只狗其实已经陪了他们十几年，可是十几年就是其实狗的寿命差不多十几年就算老狗了，那就是下半身等于是瘫痪不会动。于是呢，他就说他要来办弃养，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志工对于弃养这件事情是很没有办法接受的，所以说啊，那你为什么要办弃养？他说啊，就照顾很困难啊什么的。然后我说那如果你们真的没办法照顾他，你就近把他送到附近比较私人的医院，帮他安乐死嘛，不要丢来收容所，然后让他跟大家一起讲，好歹他也陪了你十几年。可是这个主人就说，啊，不要，我手续都办好了啦，然后转头就走。这个时候，其实这只大黑它就在那边嗨，它就是用那种狗狗那种已经没有什么力量，这样子嗨，然后一直看着它的主人，然后志工就是只好就是拿着罐头给他说。老黑啊，你的主人不会回来了，你不要等他。然后这只老黑就是不吃不喝，然后隔几天他也就离开了。
好，听了两个这么难过的故事，第三个有开心一点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刚进来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是像你们看到的样子。大家看到的志工看到说，这是狗吗？对，因为你看他就是整个，他的第二章他的后脚其实是不良于行的，然后整只狗已经赖力到一个不行，其实大家连摸他都觉得会不会被传染啊？对，可是就是有志工他不离不弃，就是他们就觉得说，虽然我们是希望推行米克斯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，民众还是对于有血统的狗是比较有兴趣的。所以，我们对于这样子的狗，我们还是有特别说好，那我们还是想办法救救看它。那可是因为它的状况实在太糟，你们看得到的。那而且它是有残疾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其实，所方他们那边在时间压力下还是决定把它排安了。对，可是志工他们已经连续照顾了他好几个礼拜，然后每天他们就是帮他洗药浴，然后等等的想办法要把他治好。所以当他要被排安的时候，志工二话不说，他们就把他领出来，然后轮流接棒继续照顾他。当然后面就变成大家看到的样子，自然就找到幸福的家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协会主要在做的事情。对，然后我想最后一个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志工他们对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的珍惜的，对，他们会坚持他们能够做的事情。好，那其实上面三个故事都只是一小角而已，最令人难过的反而是这个收容所，其实 85% 都是有项圈的狗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其实呢，这些动物本来都是有家的，它本来都是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，可是不知道有哪些原因造成它出现在收容所里面。对，那我们在收容所已经做了非常多年的时间，我们会发现说，我们再怎么努力，其实这个状况永远没有改变。几千只的动物就是这样进来出去，进来出去，出去当然就是躺着出去啦。其实外面讲的认养率那个，当然是有送出去，但自然也有退回来等等的。那再见的就更不用讲。所以我们就觉得说，其实我们应该要再做一点什么，从源头做起。我们想要从教育做起。我们觉得说，其实如果现在的小朋友啊，从扎根开始就是懂得尊重生命的话，其实社会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可以被解决的。所以我们期待我们要做一些事情，让这一切有一些不同。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个展 ，Where are you？ 你在哪里？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了这种开会时间比睡觉时间多的日子。对，我们就呢筹划啦，然后场地布置的时候啊，检讨交流。我们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办了一场你在哪里的体验摄影展啊。对，那我今天就是会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展怎么产生出来。那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展一定要有一些不一样。对，那什么东西不一样呢？我们就是决定，因为我们是希望是教育，所以我们觉得还是从小朋友比较好着手，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故事屋的模式。我们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展场的时候，就能够以亲身经历那种狗狗眼睛看出去的世界，就是离地20公分仰望这个世界的感觉，让大家去了解到这个其实他们会变成流浪动物都不是他们所愿意的。所以大家在那边觉得说啊，流浪动物怎么样，其实他们都是曾经有家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官网。对，那也是很感谢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网络公司，他们非常好，就帮我们做了这个网路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上一下，就是打 www.where 会有 ru， 就是 ru.com， 他做的对点 tw， 然后他做的非常的棒。然后呢，大家想必刚刚进来的时候都有看到那只木狗吧，然后这也是我们志工非常热血自己做出来的。对，那个上面两张是草稿，然后和小狗。小狗大家注意看，就是它的真的小狗是这只这么小，这只就是这只。然后他们呢就把它生出来变这么大只，对，也就是刚刚外面那一只。然后这个面具也是就是这群志工就是请了学校的同学，然后一些设计系的，然后画了这样子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10月9号，然后我们就帮他穿上了国旗装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十月多的展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紧了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这是晚上1:10，我们还在那边赶工。而且呢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小盒子，因为呢我们那一天就是活动里面有一个
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有猫狗的游行，然后这些小盒子都有让狗狗们带在身上。然后那一天我回到家已经四点多了，四点多回到家算早了，为什么？他们没有洗澡，他们直接参加隔天的国庆路跑，对，然后他们就很热血啊，这群人非常的热血。然后其实当我们上面是三星路跑，对，然后我们在决定要办这个展的时候，其实有另外一群伙伴，他知道以后也是志工，他们就发起了全台的环岛。环岛以后，他就希望联署百人联署，然后要完成支持尊重生命这件事情。这个就是他们当初就是百人签名的一个旗帜，对啊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布置我们的展场。那其实志工虽然是来自四面八方，但是我们并没有美术相关的志工，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的苦，因为不止设计上，连场地设计什么都不会。那还好就是有遇到，也是大家我最开心的这个展，就是说大家都是义务进来帮忙，不只是网站，包含这个室内设计也是无偿，他们都进来帮忙设计。那当然在这个另外场地布置还是我们志工自己来，所以大家就是在中午休息时间杀过去，在四四南村，或者是下班下课后六点七点，大家就开始了在做这些事情。对，然后我们本来信誓旦旦说，一定布置得完，我们布了三天，没想到根本不够。就不够的情况下呢，我们每天都求那个场地的人员说，哦，拜托让我们弄久一点。然后他们都，不行，我们要下班。所以事实上很抱歉，我们在展场的第一天早上，我们还继续在布置。对，这要对那个第一天来的人感到有点抱歉。然后这张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展场手册。对，那展场手册的部分，这张是我们的，这张为什么意义重大呢？它是我们的打样板。对，就是上面还有画这个荧光笔。对，原因就是它就是第一张出来的啦。对，那为什么说淋漓尽致呢？原因是因为这个场地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，哇，我这边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表演，你们实在是把我们的场地用得淋漓尽致啊。对，为什么？就是整个场地布置起来就这么大，可是呢，像这一块是我们的临时仓库，这一块是志工休息区，所以整间我们都用得满满的，连后面他们本来这个没有在开放，我们说，我们要做教室，所以全部塞满。对，然后再过来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的纸箱，我们用纸箱串了这整个的故事。为什么？因为纸箱代表了这个跟毛孩子串联了他的一生。为什么？就是纸箱呢，他从狗狗出生，然后到玩乐，大家都知道日本有纸箱猫啊什么的，然后有可能他被遗弃，喊到最后可能过世以后，大家会把它装在箱子里去火化。所以其实箱子对狗狗和猫咪的生命其实是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性。然后展场最重要的呢，就不可或缺的就是这一群热血的志工，还有热血的民众。对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装扮，我们今天跟这个展场是一样。然后像这边半部的都是民众，其实他们也是很愿意画成这样。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愿意画的话，等等可以到我们的台那边去画，画了以后我们就送你们一本那个方心亲笔签名的桌历。对，比当初只有送一张，你们现在其实我们给你一张我们去年的年刊里面就有夹一张书签，其实我们在展场是只有送书签而已，今天就是大家你们愿意画的话，我们就送你们一本签名的这个桌历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这个也是志工非常的热血啦，因为我们也是当然自然不会有宣传的人员在，那大家非常的努力，找了五十几个艺人，对，大家都说我怎么可能找了五十几个？好，那我们就有做，而且也剪了一些影片，那我们就来看看。动物并不是我们的宠物，而是我们的朋友。我是陈彦博，你在哪里？大家好，我是蔡灿德，跟我一起来关心流浪动物吧。10月21号到10月30号有一个你在哪里体验摄影展，这是一个生命教育 的活动，所以都欢迎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，谢谢。
这个纸箱它应该装的是什么？是一只满足快乐的猫咪，还是一只即将被弃养的狗狗？对我们来说，它们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但是对他们来说，我们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全部。大家好，我是萧红人。当你一开始选择是它的时候，你们之间的信任就已经开始建立了，请把它当作你的家人一样，好好的对待它到最深。他们不懂得名牌或者是奢华的生活品质，只需要一个安全成长的家。可是，旺福，你在哪里？用心去听听他们的声音。我是王怡婷，你在哪里？你有全世界，但是毛小孩。他们只有你。2011年10月21号到10月30号，请上体客方搜寻“你在哪里”体验摄影展。你在哪里？体验摄影展。你在哪里？体验摄影展。让我们一起大声地说：“宝贝，我们都在这里。”我还记得你手心的温度，我还记得我们回家的小路，我只是。怕你看见已认不出来，所以这个当然当初就是志工很努力，然后艺人也非常的好，他们都会帮我们。那当然找到500的时候大家都快哭了，对。然后开始进入我们的展场了。对，我们展场呢，其实就是让流浪讲述整个动物的一生的故事，一开始就诞生。但其实诞就是一条生命到世界上，其实就是有两种命运，有可能它是过得很幸福快乐的，有可能它是出生在收容所。收容所的话，像下面的小狗，他们在一周之后都因为肠炎，全部都被安乐死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用狗狗的20厘米20公分的感觉拍出去的照片。对，也是我们这个的重点，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体会他们看出去的角度这样。然后其实在每一个动物在每一个家的时候呢，都是过得非常幸福快乐的。主人都会告诉他说啊，我爱你不是两三天啊，是永远啊。可是事实上呢，就是像比如说是情侣分开来的时候，有可能就是不想养了，我看到他我就想到那个讨厌的人，好的就把他弃养了，或者是家里比如说经济的问题，或者是等等有的没的，或者是像上面公车，这大家很清楚，电影热潮之后就开始被抛弃。对，那还有重点就是这个插画其实也是我们展场特别的地方，这也是那个室内设计师，他们也是他一个人进来以后，他又拖了3-4个人进来，然后开始帮我们画插画，这样子也是整场非常特殊的地方。好，然后狗狗有可能他们就开始进入流浪，对，但事实上流浪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都是很期盼再回到主人的身边。然后每一个流浪动物其实是父母的都了解，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不好，也没有人愿意流浪。对，我相信动物他们其实都不想要流浪，也没有人希望去吃那些垃圾桶里的食物。我相信他们觉得他们是在做一场梦，一直醒不了的梦。这张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。对，我觉得如果他们想要说话，对，这就是他们想说的。对。好，然后有可能他们就进到了收容所。对，那我们在展场那边有把它布置成一个像监牢的感觉，然后这是你的室友，然后这就是旁边我们常常在收容所收集来这些可怜动物的眼神，这是大家最不想碰的这个安乐死。对，其实安乐死现在是还好啦，他们就是用人类来说就是所谓的麻醉过量，他会给他2针，然后最后他们也算是比较平静的离开了。如果好的话，就会遇到志工，像我们讲的，像那个小光，他有可能就是碰到我们这一群热血的志工来照顾他们。但是也有可当然照顾完以后，大家目的就是这个送养。然后送养这件事情，并不是只有我们在做，也不是公立收容所在做而已。其实每个动保团体只要有养动物的，大部分都会在做送养的事情。所以其实大家真的可以想要养动物的时候，可以找找看，网络上找找看，有看有没有有缘的。
然后 TNR 也是这些流浪动物的出口的一种方式。那 TNR 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原地捕捉、结扎、放养，就是它把动物在这个区域里面捕捉起来以后，把它结扎以后再放回去，目的就是说流浪动物如果没结扎，它会一直生，只会越来越多。那动物也有地域性，所以其实你把这一批抓来结扎完放回去，就不会有别的再进去，因为不可能，你一定在哪里都看得到流浪动物，你把这一批捕走，还是会有下一批捕进去。所以事实上，你去把它做一个结扎的话，它就可以受到数量受到控制。这边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区，就是我们希望告诉大家一点，破除它的迷思，就是老人家常常会觉得说。啊，有白脚的狗不好啦，然后白尾巴的狗不好啦。事实上呢，我们跟它的差别只是材质不同而已。大家都嘛穿白袜子，国小谁没穿过白袜子啊？是不是？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米克斯的部分，就是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说，人类的混血儿，大家都说哇好帅好正，然后小朋友啊好可爱。那为什么米克斯的狗，大家就说那杂种？对，为什么？大家可以想这个问题。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知道说，那到底你们可以做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场就是有做一些这样子的箱子，让你去看你自己上面是什么，小朋友就会去打开这个箱子看做什么。那我在这边就简单讲三个，大家都是上班族嘛，上班族可以做什么？大家都会上脸书，上脸书的时候呢，就是偷偷的赶快分享一下你觉得有用的消息。对，所以首要任务就是洗脑同事。对，然后呢，如果你是老师或者是家长，我觉得就是你可以。有些事情它是跟这个分数一样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让他们懂得尊重生命。对，那可以回去跟小朋友说说这些流浪动物的故事。图像工作者，如果说你是部落客或者你是摄影师，其实这些事情就是你都可以做的。可以做什么？你帮他留下他的倩影，或者是你帮他写一篇有关，哎，你今天来听完这个展，你觉得有什么心得？我们对流浪动物你有什么新的启发？你都可以写一篇给他，自然你的粉丝就会知道我们想要传达什么。对，所以不要觉得说啊，我没有什么可以做了，其实什么你都可以做，真的，你不要小看那个点下去分享的事情，我真的可以给你们大家说。然后这是我们最后有一个许愿树，我们最后的树是贴的满满满的，跟我们的比我们预期还好。然后它上面就是留了大家很多的祝福，比如说左上角那小朋友留的，对啊，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安全的家。然后还有弃养的是王八蛋，对。好，然后大家都希望，这个是我们展场的那个人潮啦。那像这边这个是我们当满，他是刚好满第9000个人，对，他被画得特别的惨。对，然后还有大家其实在展场看完都蛮多人都有哭了，所以别人哭得越惨我们就越爽这样。 对，我们就是觉得说啊，我们想要传达的东西我们有传达到了。然后这边的部分就是我提一下，我们这边啊，对，这是刚刚忘记拿出来，这是艺人的亲笔签名和一些他们的祝福。然后义卖品这一区其实就是在义卖品附近，然后我们其实协会维持运作的方式呢，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出桌历，像这个是2010年的。其实我们协会并没有很多年，其实我们协会才3年而已，所以办这个展非常的辛苦，因为谁相信你3年的团体是骗人的？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，算是用诚意吧，就是请这些人出来帮忙。那我们像今年2012年，其实桌历大家有些觉得说啊，狗做的好丑哦，对，事实上。今年的设计是因为它就是跟我们这个展览有关系，它就是从狗狗的诞生一直到它，我刚刚等于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故事的部分，对。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设计，就是其实它用完了以后，这一年的这个可以撕下来变成一张明信片。对，我们每一年都出一些不一样，像这个出这样子，当然也是被人家说啊格子太小啊什么，反正我们就是会一直改进啦。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今年还没有作例的话，可以 做一下爱心这样。好，那我的这个展览到了终点，也是我今天演讲差不多是终点了。对，是这个中间的终。为什么？就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，而不是结束。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呢，不管是朋友想要认养动物，或者是你今天 Facebook 就可以加入一些动保团体或者什么，只要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心里看了你觉得适合的，你就可以分享它。我们相信越来越多人一起，我们就可以改变一些什么。
那到底今天结束以后听完了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第一就是先加入我们对粉丝团，然后我们外面有 QR 码，大家都可以加入。然后如果你的心脏够强的话，你可以来试试看做志工。对，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故事，你一定要有一些承受这个生离死别的能力才有办法。然后如果你是事主，就请你珍惜它，如果还不是，就是请告诉身旁的人以认养代替购买。然后假设真的有闲钱的话，就是除了公益团体，也可以选择动保团体，你可以捐一些你心中觉得他们真的有在做事的团体。好，那我再分享一点点有关粉丝团的事情。粉丝团为什么重要？为什么按赞按分享？你们大家觉得啊，只是点一下应该没什么吧？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粉丝团有一些事情让大家非常的感动，就是我们当然是有一个特殊的地方，是我们是收容所，所以有很多人狗走失了会po在我们板上，就说啊我要找狗，就这么厉害，就我们有志工，他们其实志工就是被这些狗说哇看起来都一样，他们都分得出来，就是分得出来，对，所以呢。有人po说我的狗不见了，马上下午就有说，哎、欸，你去看看编号多少多少号是不是你的？结果他，而且他是说他一个月之内掉了两只狗，他就说我的狗养在一楼啊，被偷走了什么？就后来两只都在收容所里面，对。然后他就很高兴说、啊、他找到他的狗。啊、另外一个是分享的问题，就是有人捡到一只狗，他就来我们这边贴说，哎、欸，我在某某路上捡到一只狗，然后才po完没两篇。有一个人说，我丢了一只狗在哪边，然后就有人留言说，哎、欸，你去看看下面那只是不是你的？然后说，哦，真的，真的是你的，哦，就这样，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其实粉丝团真的是很有趣的东西，就是越来越多人注意，或者越来越多人po消息的时候，真的有那个力量可以帮助到一些人。所以，当有一些东西你认觉得它是有道理的，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点分享，不要吝啬那个手指头点而已，没有花你一毛钱。对，好，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，谢谢。其实我们成立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救这些收容所的生命，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单位是公立收容所，公立收容所跟一般私人的收容所的差别就在于，私人收容所它没有安乐死这件事情，那公立收容所其实他们就是有一个法定上的12天就要被安乐，对，那事实上就像我讲的，其实那些生命其实大部分都是曾经有家的。那我们不觉得说可能人大家都还有人权，可是动物其实都不会讲话，所以我们这群人就是希望说能够为他们做一点事，对，尤其是动物到了那一边如果没有跟人互动，他会开始怕人，所以我们这群人就是会希望说有可能他们一进去没有人照顾他们，他们就一辈子就是进去开始就没有洗澡，可能到他往生被安乐死就是那个样子，所以才会说志工就会很常的把他们带出来泡一泡啊，就跟犯人一样。我第一次进到收容所，其实最震撼是当我牵出第一只狗的时候，整个犬舍的狗都在叫，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他？为什么不是我？带我带我，就是那种感觉。然后其实我相信每个志工到那边第一个想法都是，哦，我发愿我要把所有的狗都牵过一次，可是实际上都办不到，真的办不到。流浪动物到这边，现在台北市的做法是属于比较像救援，就是哎、欸，民众看到有动物在路上，不管是走失或者是受伤，有等等，他就可以通报，那就可以送进来。那有些当然还是弃养。那进到这个收容所以后，为什么会进来？大概就是前面这些的部分、啊、真的，其实抓得到野狗呢很少，野狗的机灵性太高，而且他们很怕人，人一进他就跑，所以能够捕得到的，为什么敢那么讲说，哎，可能80%是家犬，就是因为家犬才会呆呆的，哦，看到人好高兴，我跑过去，然后再被你抓起来。所以其实收容所的狗真的都很亲人，对，那他们的命运就是讲，刚刚讲就是12天，他就是安乐死。当然现在台北市的做法，他当然这个是违法他们自己的法律，对，可是这也是比较人性化，就是他们只要这只狗比较亲人。比较有机会，他们都尽量能够，把它延长它的时间。那在这边，我想要帮收容所解释一些事情，就比如说，大家常常在反对说不要安乐死啊等等，然后怪那些为什么你要做刽子手什么？我必须讲说，没有人愿意做刽子手这件事情，真的是这样。因为像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胡医生，
那其实他的外号叫狐狸刀，为什么？就是每次可能当他发现这只狗，因为其实左右收容所他主要的目的就是防疫，所以当他碰到的是重大疾病，也就是犬瘟肠炎，他都没有第二句话，就是得安。对，那当然志工会觉得说，哇，这只狗可能我已经照顾几个礼拜，它突然爆发，因为收容所毕竟是一个大集中营，所以感染的还是蛮严重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常常会你尤其是幼犬，你每个礼拜去都不同的狗，原因就是可能在这一个礼拜这边它都撑不下去就走了，所以他那个医生就常常得做这样子的事情。不过有一天就是有志工待到比较晚，他就说，就看医生一个人在外面抽烟很闷的样子，然后他就问他说，啊，怎么了？然后医生就讲说，啊，其实刚刚就是验出一窝狗妈妈生的都中犬瘟，就是妈妈中那就不用讲，小孩子应都中，因为喝母奶的关系。他就说小狗是不用讲，一定要按掉，可是 母狗他就是在迟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你就看得到其实他们职责上是必须做这件事情，可是其实在那个背后他们也是有很多无奈在，所以大家其实常在怪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啊，就不要安乐死啊。可问题是民众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那野狗哪里来的？其实就民众弃养出去的。那可能又大家没有接受结扎这件事情，大家都只讲说，啊，都全部抓收容所，都抓收容所。那请问这收容所的永远容量就有限，容量就是只能容500只。我们现在这个空间假设说，很舒服是50个人，那再挤50个人进来会怎么样？啊，只有送一盘饭进来的时候，那又会怎么样？那品质一低，这资源不用讲，民众根本不会来，因为每次来哇都是咬得乱七八糟，谁要养这样子受伤的狗？所以大家就只能用数量控制品质，那自然就会有安乐死出现。所以不是一直无谓的说，我不要安乐死，我不要安乐死。那因为你们想不到后面的配套，你如果讲不出一个完善的解决方式，你们就不要喊那个做不到的事情。这个就像我报告讲的，就是其实现在最大的力量就是网络。对，那不管是在部落格上分享，或者是在粉丝团上分享，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力量。就是如果有一些像志工看这些动物有机会真的被排安，我们也不会去逆操作说啊，绝对不可以安，我们就会好自己带走。带走的情况下，每个人能够负荷的只数一定有限。那这时候就会常常有人在喊说，啊，有没有人要养？有没有人要养？因为就是想尽办法赶快帮他找一个家，然后有可能我这边有空缺，以后我又可以再救下一只。对，大家就是所谓一个中途的概念，就是我先救出来，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是有救一只在外面，我每个月就包养它。对，因为我家不能养，所以我也是托给别人养，然后我付钱给他。那大家在做这种情况下，其实每个人赚的钱就这么多，我没有办法说那全部都来吧，我救很多，可是自己会养不下去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当然说，如果说今天这些有中途的人他分享了说，我这边有很可爱的，或者我捡到了，但我没有办法负荷，有没有人要？这时候其实自己不能养的时候，你就点一点帮他分享，说不定你的好朋友其实他正想要养，那就有这个机会。或者是说，其实都可以跟人家讲说，有比如说某个小朋友说，啊，我想要养狗了 ，OK， 那你就说，那你可以去收容所看看。我觉得也不是说叫大家说你一定来收容所，你就要带一只狗走。其实重点是，这个爸爸妈妈带小孩子到收容所以后，也有另外一个生命教育可以做。尤其是在很多父母会告诉我们说，常常来问我们说，怎么办？我小朋友一直吵着要养狗。我说 OK， 你让他来看看我们志工在做什么。你让他捡捡狗大便，让他来洗洗狗，他就会知道说这个不是我一个礼拜才来做一次，我天天都要做，我有没有办法忍受？如果我没有办法忍受，你就告诉他，如果你现在都没有办法做，你就不要吵着在家里要养。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让小朋友一个教育一个责任。你先让他知道说，就是要面对这些事情，你不要认养回来都是妈妈在做，可是妈妈我可能我没有你那么爱狗啊，你不是只有玩而已，你要负责任。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虽然都是一些小角落，可是它就是可以扩大到很大的部分。所以能够做什么，就是说，你分享这些消息，或者有人想养狗，你就敢说，那你去收容所走走，对，说不定就是可以碰到有缘的狗，或者是说，能够帮他们带一些大家导正一些教育的观念，我觉得那个都是一种这种教育的事情是百年在做，真的可能看不到成效，可是你可能说，起码我做了。就是非常荣幸，其实有这个机会来这边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办的这个体验的摄影展。所以其实伊卡皮箱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整个团体就是觉得说，今天要不是我们一起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也不会被看到。所以来到被邀请来到这边，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荣耀。
对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觉得说，哎，今天来到这边分享，卡皮箱里面装的其实是一种荣耀，因为如果没有当初大家的坚持，对大家的无私，真的我们是全部都是没有无偿的，就是我们整个协会组成也都是没有拿薪水。那整个活动其实刚刚讲的，不管是网路网页的设计，或者是室内设计，然后等等的，除了材料那种装潢那种不用讲，他们一定要收钱的。此外，几乎能够不用钱的，大家都是无偿进来协助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会觉得这是聚集一个众人的力量，然后今天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。当然不用说这个，就像讲那个展览是大家都不是内行的，所以整个 run 起来真的很累。可是大家走到这一步说，哎，既然隔了这么多个月，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再重新再把自己的理念再来讲一次，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一种荣誉。